过了讲解和教学，老师要验收成果了。模拟有人来敲门，结果俩姐妹都没有叫。然后老师开门并发出声音，也只听到一声叫声。紧接着老师往前靠近，糖糖开始吠叫，恰恰赶紧躲藏。站起来，先短，站在旁边。不要看他的。在老师指导下，主人成功让糖糖安静下来。另外俩姐妹对小朋友很有意见，平常小朋友在外面玩耍，他们就会叫不停。对啊，你又制造一些平时会发生的，然后来练。经过训练明显改善了。既然有进步，就来个进阶练习，邀请小朋友来家里。小朋友有点怕，只待在门口，在主人的约束下没有对小朋友叫了。下一集，外出会紧张不敢下车的俩姐妹。